迎收听周小强的花样的年华。八月十六号下午六点前的最后一分钟，天气像是在雨林里扬闷热。一分钟可以很漫长，六十秒的时间，漫长的仿佛过了一整个世纪。我很久没有试过这么接近一条床单了，我很喜欢它现在的样子。虽然不久后它就会被装进柜子，但这一分钟它是自由的。最接近它的时候，我们只有 0.01 公分的距离。我衣服今早收不回来，天要下雨了，你不晓得说。如果生活像电影，精彩多一点，